尊敬的哈马德国王陛下，非常欢迎国王陛下在巴林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，并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。我很高兴同你在北京会面。首先，祝贺巴林成功举办第33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。祝贺国王陛下接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理事会会议轮值主席。相信巴林将为阿拉伯国家加强独立自主，增进团结协作，促进发展振兴，做出更大贡献。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，我对此高度赞赏。这是你时隔11年再次访华，对推动中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巴林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近年来，在我们共同引领下，中巴关系保持平稳、健康发展，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。今年是中巴建交35周年，双方一致同意以此为契机，将中巴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这是中巴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。中方愿同巴方携手努力，建设好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，更好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。